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On Scree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Hong Kong On Screen, a Los Angele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moting films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n Screen 嘅 podcast 啦，咁今次咧好開心可以請翻Twinkle 顏智星導演，咁同我哋一齊再傾一傾因為愛所以革命呢一個紀錄片嘅，講一講 hello 先啦。係係 hello， 係啊，我係顏智星啊，因為愛所以革命嘅導演係。大家好。我第一條咧俾 Twinkle 嘅問題咧，就係我覺得成套紀錄片睇落嚟咧，一個幾強烈嘅感覺就係基本上係用緊一個劇情片嘅方法去做一套紀錄片啦。咁係咯，咁即係中間咧，其實有一啲即係例如嗰、那個voice over 旁白嗰個運用啦，旁白有陣時我覺得咧都幾情緒化嘅呢套片入邊。咁跟住音樂嘅用法，例如用音樂去鼓動或者帶動一啲情緒啦。嗰、那個慢動作，即係個片係 slow motion 咗嘅。咁其實都係強調緊嗰、那個，即係強調，即係其實係強調嗰個畫面入邊嘅某一啲動作、某一啲情緒。emphasize 咗一啲嘢啦。editing 嘅處理，即係剪接嘅處理。將一啲可能唔係喺同一個環境發生嘅嘢擺埋一齊咁樣，嗱絕對嘅客觀咧，我哋都知道係冇可能嘅，亦都可能係唔需要嘅。但係咧，即係表明你嘅即係其實紀錄片可以係一啲即係作者嘅立場好鮮明，係我覺得係完全都係可以嘅。但係當你用一啲好即係相對比較情緒化，或者係將啲情緒擺得好明確，而嗰啲情緒咧唔一定係來自。是畫面或者運動的這些參加者的情緒多多少少其實都 是作者的情緒的，那這些時候呢我就會覺得是不是即 我不知道你拍你做特別是做後期的時候呢、那個 即有沒有是想更加克制、只是覺得是應該用紀錄片用這個劇情片的方法是更加可以表達到大家的共同的經驗或者情緒的、那個、即當時 經歷過情緒的真實性、首先第一件事我自己、是一開始其實是都不懂去做的，因為我沒有拍過紀錄片，我也不是一個記者，我是揸筆兼編劇，所以我就選擇了、不如用我自己熟悉的那個方法，即是、商業的編劇、商業劇情片，那去一個 structure 做住先啦，因為這個是給我熟悉，希望可以起碼完成到件事啦。至於、配樂和、VO 這兩樣東西，那我可以很坦白地說，其實雖然大部分九成半的東西是我拍、我去調色、我去剪、我去就算動畫我都自己做的，但是呢有些位置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朋友是幫過我 去 involve 了下去的，例如是正正提到的就是 VO 和配樂、就是他們因為當初其實我、都想過、死了我會不會做得不好，或者我不知道怎樣做啊，紀錄片是不是這樣做是為之啱啊，所謂是不是有個標準啊，我會不會做做下變成一個 propaganda， 這樣是不是我想的東西，所以 我扮了很多一些、我最近第一稿其實我就去找了一些、朋友敲了門可不可以、幫手看看，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內部放映、每次放映、有四五個朋友上來看，然後給一些意見，即其實是一個咁樣嘅事，咁所以先至會揾到一啲，喂，你啲音樂唔得喎，喂，你啲、好似冇旁白啊，搞唔掂，咁所以慢慢先至會揾咗啲人去幫手 involve 咗佢個 project 裏邊去一齊做。講VO 我自己我其實第一次係我自己寫完個稿，我自己去錄。是我自己的聲音，然後之後發覺不得，我的聲音又不得，裡面那些份稿又不得，然後再寫過，太有立場，再寫過，改了三四個，跟住然後、再、找了這個男仔，雖然他是沒有這個、所謂他不是一個行業的人，他不是專業，但他有個心，我嘗試去做啦，
佢都改咗兩三，重新錄過兩三片。咁你話係有一啲所謂情緒或者感情投放咗裏邊，的確個有，因為我覺得係在所難免。原因就係話，我可以講阿編劇君啦，啊唔係 ，sorry， 阿旁白君其實佢同好多朋友一樣，其實佢都係本身都係一個在街頭上面 的前線，他都落過場的，所以難免會擺了一些情緒上面，因為他被捕過，他沒辦法再回去街頭的那段時間，所以他有個這樣的機會選擇了，就來了這裡去參與這個製作。其實是 我自己是感受挺大，因為他當時是日頭過來去幫手錄音，夜晚是回去警署報到，即是 那段時間他是將他的時間是最珍貴的陪家人陪朋友的時間放在他的作品上。就算是這個做配樂的這位朋友也是啦，他也不是行業的人，也都是因為他即事後才 find out 到，也都是因為身體的狀況，他沒辦法再上街，或者錯過了一些日子，所以他有個遺憾，他透過這個參與的作品去好像貢獻回自己。我不覺得是補償，但是他覺得自己好像貢獻回去 會自己會更加是舒服的。所以其實我自己 在 involve 這些人裡面，我有發覺其實每個有些崗位上面都不止他們兩個，可能就算字幕都是，原來他們是有一些連結，有一些理由令到他們覺得參與下去 是有特別的，對自己有特別的意義，所以我覺得這個難免是有一個情緒投射下去，是的確是真的。就算我們喊了很多交，就算是音樂，尤其是音樂都喊了很多交，是不是應該這樣，究竟這個音樂是要emphasize 個內心的情緒，定係要 serve 個劇情，定係要係emphasize 等觀眾感受明啲乜？即係我哋係拗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咯。但係我哋都好多時都係會走唔同嘅，有每個人會有唔同情緒，係呢個係真的。Even 究竟紀錄片可唔可以俾我咁樣搞咧？即係譬如話個主題曲咁樣，如果你有聽過係人唱個主題曲啦，臨尾我都試咗好多個版本，歌詞我都覺得有啲位又唔得，又揾人填過。我成日好擔心，好似得唔得口，得唔得㗎咁樣搞，好似 MV 咁樣樣，天有有情掂唔掂啊？即係真㗎，劇情片係可以咁做，但係紀錄片合唔合適咧？得唔得咧？有朋友點出個阿星唔掂喎，你自己睇下，擺咗首歌落去，你個 你咪冇咁 shock 咯，係的而且確係，因為個畫面當時配合緊就係、有個人喺個鏡頭面前被捕喺度掙扎緊啊嘛，咁震撼嘅嘢你擺首歌落去，咁咪 dissolve 咗咯，係咯，咁所有嘢咪冇咁震撼咯，咁。我又試過不唱得唔得咧？唔好唱，齋嗰、那個主題曲嘅音樂去畫面唱啦。咁但係我覺得翻歐翻，我就喺度諗啦。又係翻我自己嗰個編劇嗰度，我喺度諗究竟嗰一幕，我希望觀眾係所謂感受到啲咩咧？即係畫面我哋見到係好掙扎嘅，好痛心嘅。是我會覺得是 mercy 咯，係憐，係代觀眾去抒發咗個情緒出嚟，即係係憐憫同埋抽心。希望表達呢個，因為畫面已經好殘暴啦，係咪？因為事後佢仲要俾人拖行同埋踩佢嘅頭啊嘛。咁而下一句接嘅就係Uncle Fat 佢講嘅，佢哋唔係暴徒，佢哋香港嘅未來啊嘛。咁我比較之下，的而且確。是沒那麼震撼，但是相對震撼的時候，我覺得不如抒發讓觀眾將觀眾心裡面的情緒抒發出來，就是很憐憫的和抽神的這個感覺，就放在那個位置放下去，所以
嗰一幕嗰套，我就咁都係。嗰一幕咧，其實我係睇成套紀錄片入邊咧，我覺得最即係最痛心嘅一幕咯，的確係，因為即係其實我睇你，因為你其實擺咗好多即係由李大開始啦，成套紀錄片係由李大開始，咁跟住再翻去重新追溯呢件事，咁最後係翻嚟李大結束嘅。咁李大嘅嗰個長度其實係相當長嘅，咁同埋基本上所有李大嘅場景咧都係打緊仗嘅場景，即係唔係嗰啲唔知匿埋喺邊啊，或者係啲即係中間係咪要走，即係好多嗰啲心理掙扎嗰啲嘢，而係即係好多都係真係即係身體上嘅掙扎，真係打緊嘅嗰啲場景咯。特別是你剛才提的這個畫面呢，是一個男仔即是他 被警察即已經捉到了，已經兩個警察已經捉到了，你覺得他是很近的那個 camera， 所以我們是真的看到很多身體的那個掙扎，跟住他明明已經被捉，但是後來呢他又想在那些樹叢那裡走出草叢，然後裡面又有兩個人想捉住他的腳，想扯回去走的，其實是那個即我其實那個場景是真的 很超級震撼咯，那個畫面，亦都 是因為那個身體感很強烈，所以那個痛心的感覺是很強的。跟住頭先回應翻頭先Twinkle 講嘅嗰個，即其實個 voice over 同埋好多音配樂咧，都係即運動中嘅一啲參與者啊，或者我唔知係咪你嘅訪問者，即總之係有參與啲運動人幫你做噶啦。咁上一集嘅 podcast， 你最後係想定義呢套片咧係一個手足電影。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即幾令人動容，幾令人感動的一個即是一個 definition， 或者一個即是將自己的 positioning 咯，即的確是大陸很喜歡用同人這個字啦，但是即這裡是真的一個他通過這些參與者本身內部 的那個協同，即共同的創作來組成的。其實我覺得如果在這一點即用一個手足電影的角度去考慮他呢，我覺得他就算是 propaganda， 其實都不一定是，即都 OK 的，因為其實很難避免就會跟時代革命有比較的。那我就覺得時代革命是狹制很多，第一他沒有旁白，即是他是用即字幕，用 intertitle 來交代這些事情的嘛。是啊，所以相對我覺得這套片是情緒化一點的，但我又覺得那個情緒其實是很即他可能有一個好處，就是他捉住了運動裡面那個很真實的情緒的經驗咯。如果我們回轉頭將他定義做一個手足電影，其實他都是一個即那個協同那個部分 會再放得前面一點樣。但是我又好像是即大部分的片，你說剛才說 90% 的片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即都是你自己一個人拍的，我自己拍。咁大嗰啲嗰個李大嗰啲片都係大部分都係，即除咗嗰個李大片，李大我自己拍。有係啊，又會見到右上角有一啲有水印嘅，咁當然就係問準咗一啲係網媒啦，或者係啲學生媒體咁樣，佢哋可以授權我去用嘅，咁我就有大概5% 係咁樣個來源，咁就擺落去，去補足一啲畫面，同埋補足翻一啲前文後理，連結翻咁樣咯。因為其實我自己係定義嗰個 voiceover VO 嗰度咧，係亦都係功能性為居多，好似一個說書人咁樣樣。其實就係、是、兩件事啊，佢上一件事咧就咁樣落幕咯喎，嚟緊又有下一個挑戰啦，咁樣跟住就係將兩件事做一個好簡單兩句交代咗連結，跟住要 move 去下一場咁樣。其實通常都係咁樣用。跟住我想問你嗰、那個因為睇大部分主要人物嘅訪問，呢度有一個係 Mr. Leader 啦，有係個南亞裔嘅女仔，跟住有一個 Uncle Fat 啦，跟住有一個中學嘅Liberal Studies 嘅老師嚇，跟住有個匆匆匆係啊係啊。但是大部分的訪問好像都是同一個訪問裡面剪出來的，即除了 Uncle Fat 出現了兩次不同的衣服這樣，其他那些都是同一個訪問，是吧？
其實是這樣的，藍媽妹妹是訪問了兩叫一次簡單是要認識了，跟住就是訪問了第二次的，跟住一次是Uncle Phil 有兩次啦，因為一個冬天衫一個夏天衫，咁其實Lida 其實都是訪問了兩次的，一次是在不同 location， 一次是在天馬那邊，另外一次是在一個連龍場那邊，咁係都係分別係兩次，因為我必須承認我係冇辦法去同佢哋定期每隔一個月做一次訪問，好緊貼到佢哋究竟係隨住運動經咗啲咩，咁即係當然呢個係最好嘅做法，但係我做唔到，因為佢哋其實唔係同一時間加入的，即係佢哋唔同嘅時間去加入，我最尾先至可以湊齊到佢哋呢班嘅，係啊，咁嘅如果一個順序咧，因為點講咧，一個又同我自己經驗不足有關，因為點解經驗不足新手咪？我第一個揾嘅係個 first aid。是啊，佢 first aid， 因为佢是我朋友啊嘛，系咪先？我做个编剧啫，但我未做过记者，未访问，我会唔会唔识问问题？我会唔会明明一个好嘅好有故事，好多好肯讲、好愿讲嘅一个受访者，好好嘅机会，但系因为我唔识问问题，我问死咗佢哋，会唔会咧？我自己未 prepare， 未 well prepare， 未做过功课，问死咗佢哋，乜嘥咗系咪？咁所以其实。一開頭是揾咗我嘅嗰個first aider個朋友先，咁然之後咧就開始第二個應該係啊 Mr. Leader， 緣分嚟嘅，因為我係冇唔係一個真正嘅記者啊嘛，我冇一日著過背心，我冇記者證，所以我唔可以好似外媒咁樣。是可以很 specific， 我就是要找一些戲劇衝突，我要找警察父母的小朋友，我要找黃藍的和政見不合藍的父母的小朋友，即我很難去，如果你們是以上這些的，歡迎你找我啦，我是見過的，在那些討論區，香港人也都有些是真的很願意去幫他們，因為覺得他們是可以將香港的呢個情況話俾佢哋，話俾全面世界知，可以幫香港。佢哋有咁嘅心啊。咁但係，哎呀死啦！我又冇證，加上當時即係人與人之間個信任係要 build 噶嘛，唔係我講句説話就會信。都唔知係邊個，即係我幫香港唔緊要，但係點知會唔會鬼啊拉我係咪？咁所以我冇辦法好似佢哋咁做。但係直至係咩咧？到我揾到一個人，佢就話。他願意用自己犧牲，即可能是生命啦，去換取一個頭條喎，咁大件事喎。咁我覺得我可以既然係咁，咁不如我嘗試下去聯絡佢，睇下佢願唔願意接受我訪問啦。咁即係一個咁樣情況底下，既然佢都豁出去啦，係咪？咁所以就機緣巧合下，我第一次聯絡，跟住約咗佢，正正就係喺嗰個金鐘嗰邊嗰個 KFC， 即係喺個以前嘅佔領現場嘅隔離嗰間快餐店，咁就見面，跟住傾偈，跟住就開戰咗。咁佢就係Mr. Leader 啦。咁然之後，我慢慢掌握咗一啲技巧啦。咁我再放膽去喺街頭上面去揾人做訪問啦。咁然之後就揾咗。嗰對 couple 啦，跟住亦都喺連龍場又遇到藍馬妹妹啦，咁其實我第二次訪問Mr. Leader 嘅時候，就遇到肥叔叔啦，咁其實一個楞一個楞一個楞一個咁，直到兩個月之後，我再揾到藍馬妹妹，咁佢就話佢已經被捕咗啦，咁我好 shock， 即係點解？喂，一個黐文宣的小朋友，他就是上網 download， 然之後譯做呢啲佢嗰個家鄉嘅一啲畫，然之後放上網啫嘛，唔係放上網，即係貼翻喺嗰個連場啫嘛，咁點解俾佢拉咗咧？
我問佢係咪，即係我都懷疑自己當時，因為佢話佢啱啱喺個臭格放翻出嚟，喺個機樓室放翻出嚟。我當時仲諗究竟係咪一個適合嘅時間點去訪問佢咁，但係佢同我講，佢話有啲嘢係想透過嗰個訪問，即係講翻出嚟，咁抒發翻。咁我覺得咁都可以係一個機會，即係對佢或者對我，即係做一個記錄。咁所以就開展咗。所以我有陣時又會覺得好唔一定係我去點樣揾佢哋出嚟嚇，我冇辦法揾佢哋出嚟。但係有陣時候好似感覺上就係佢哋去揾翻我，佢哋有啲嘢想講揾翻。係啊，咁最後就嗰個通識科教師其實就係最後先至揾到嘅。之後就係肥叔叔第二次訪問做咗個結尾，所以係唔同人唔同時間點去加入咁樣最遲加入嗰啲就會問翻佢哋喺之前發生過嘅有啲咩嘅感想，有啲咩睇法係啊，未必係當下最啱啱最嗰件事發生咗當下最真實最有情感嗰下咁，但係。有些事情都是在他們事後沉澱一點點的時候也都未嘗不是一件壞事，例如剛才正正就是那個通識科教師說 他都有一些觀點是 OK 的，我又看完雖然他的說話很冷冰冰，他很不情緒化的，他講的有沒有很動冰冰的，但是他你會聽到 他會認為所謂的建制派是刻意煽動兩個一個族群的一個一對立，我覺得這些 是 他看到的一些角度。即聽你這樣說呢，我想你的訪問技巧應該進步了很多，在拍這個紀錄片的過程中，因為我覺得你找這些人呢其實個個都很厲害說話，特別是 Mr. Leader， 我覺得是很積極， Mr. Leader 是說話是超有條理，即超級還有很有表達能力的人咯。那跟著就是即我覺得他例如他說一開頭，咁我諗你話你嘅 editing 嘅功，你嘅效果嚟嘅，即係佢開頭佢好強調自己好憎香港嘅，自己想移民嘅。係啊係啊，咁跟住喺個過程入邊咧，佢慢慢喺啲參與者嘅身上睇到，原來大家對呢個地方其實係有歸屬感嘅。哦，原來香港人係真實存在嘅，即係唔係神話嚟嘅，真係喺度嘅。咁跟住到最後佢。即係佢喺呢個運動入邊揾到一種即係對香港嘅愛或者係歸屬感咁樣啦。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嗰個 narrative arc 嗰個敘述嗰個弧線咧，或者嗰個人物弧光咧，其實係 build up establish 到嘅。咁跟住呢個南亞妹妹咧，即係中間中間佢都講到一啲係以前細個喺佢成長過程入邊點樣被香港人歧視啊。即係覺得佢叫佢不妹啊，覺得佢皮膚黑啊，覺得佢係阿叉啊，即係嗰啲咁咁。跟住喺點樣喺呢個運動入邊，佢揾到一種我哋都係手足。佢話即係被嗌手足嗰個感動，即係第一次覺得自己屬於呢個地方。咁跟住嗰種咧，好勇於即係好願意認同同埋為呢個地方獻身，好即係覺得講得出呢啲説話，而且係咁。即表達能力很強，很真摯啊！咁係一啲係好真摯啊！即我覺得呢啲人物係揾得好咯，同埋呢一個 Uncle Fat 咧，即係覺得佢講嘅嘢，例如佢話佢自己都係以前都係做黑幫嘅，咁依家啲黑幫咧就淨係收錢做嘢嘅啫，佢都冇資格叫自己做黑幫。跟住講到我以前都坐過監，我依家所以就算我依家被拉我都唔驚噶，但係呢啲細路會驚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係真係即係咁樣嘅人物先至講得出嚟嘅嘢咯。尤其是係即係可能裏邊有一啲所謂去抒發去講一啲身份認同嘅嘢，我成日覺得係冇。南亞妹妹由南亞妹妹去講，係比一個土生土長香港人係更加有說服力。係可能呢個咁啱嘅就係有人問過我會唔會因為阿星我自己都唔係香港出世，我係一個福建人，我一歲先至嚟香港。
雖然我一直都覺得我冇理由搞香港人嚟咁喎，點解會係啊？咁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我有自己有啲潛意識唔覺意會將呢啲嘢放大咗，但係定係其實大家都好認同好似係咁樣，係即係。他們去 有句說話就我聽一些訪問的訪問我的人去講翻，好像你筆下即是作品裡面的人受訪者包括我自己，例如還有什麼梁天琦啊，例如羅冠聰啊，是不是即是這一班不是香港出世的人反而是更願意為香港去犧牲、去付出、去愛的地方。如果他照他這樣這些例子這樣擺落 又好像是的、我想 是 難得咯、就是這樣看下去難得。還有我覺得圖片其實都挺有意識地想去刻畫運動參與者裡面那個內部的那個diversity 咯，即例如你一開頭有訪問啲我唔知係歐洲人定係白人，定係美國人咁樣啦。咁佢話佢1992年已經嚟香港啦，咁所有小朋友都喺度出世嘅。咁佢喺香港住得最長，所以佢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咁呢啲運動佢都會嚟參加嘅。即係跟住後屘又重慶大廈嗰一段，咁又拍翻一啲南亞裔嘅 comedian 啊、社工啊，即覺得我覺得你都好。跟住後屘有一個唔知係美國嘅人權工作者喺度講即傳教啊嗰啲咁，佢話佢人權牧師啦，佢成日宣稱自己。即其實都幾強調運動入邊呢啲即內部嗰個參與者係其實都有唔同嘅來處、唔同嘅身份咁樣啦。但係跟住通過呢一個leader 同埋南亞妹妹咧，其實都好明確地想重新定義乜嘢係香港人。佢兩個其實都重新定義咗。南亞妹妹話肯為香港犧牲嘅先至係香港人。跟住leader 一開頭話嚇，原來香港人真係存在嘅喎。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即係佢之前覺得大家都係當特別係上一代咁樣，當香港係一個跳板咁樣，隨時跳去另外一個地方，隨時走路嘅都得嘅。咁啊，原來係真係有啲人係。即係認同呢個地方係佢身份個根啊，係佢家啊。咁我覺得就係、即係成套片其實嗰、那個題目，因為愛所以革命，即係其實都係幾能夠捉住呢啲唔同嘅線索，就係、一方面要重新定義乜嘢香港人，就係對香港有愛嘅，肯為呢個城市獻身嘅，佢先至係香港人啦。咁跟住就係、即係有呢啲角。但即個個人唔同嗰個背景線索牽引出即中間嗰個感情嘅變化，即對香港呢個城市感情嘅變化。但係咧退一步嚟講，如果我哋話因為革命所以愛，其實都 OK 嘅，即就係因為你為佢付出或者為佢獻到身，咁所以你喺呢個過程入邊，你揾到同你相似嘅人，所以你先建立到歸屬感。是啊，多謝。因為其實呢我很認同你剛才說那件事，因為我覺得兩邊是通的，愛和革命，即無論是擺前面擺後面都是通的。因為我們看回個片名，英文片名其實是 Love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而已，那英文譯回個中文就是愛在時代革命時或者時代革命下的愛。如果說即係後來者係因為革命受到因為革命所以愛去啟蒙咧，咁先行者係邊係會唔先行者係咪就係、會唔會例如話係犧牲嘅梁寧健先生咧？先行嘅佢會唔會就係因為愛所以革命咧？好似彷彿就係生命影響生命互相影響咁。我真正想探討嘅真係唔係香港最終會係點樣嗰個結局。不是要是不是什麼香港獨立是不是那個結局來的嘛，那個是一個去向來的嘛，可去可從的嘛。但我真正關心我劇我探討的不是那個，是為什麼香港人無緣無故會走在一起，會這麼團 會由一個自私自利他口中所說那麼討厭的人變到現在肯願意為
為呢啲素面謀面嘅人而犧牲咧？佢仲有一個原因，點解啲人會走埋一齊？係啊，咁我想探討，我想揾翻起曬呢一樣嘢。另外，我覺得圖片對所謂乜嘢係愛嗰個表達咧，即係 running through the thread 嘅一個線索，就係所謂嘅要走一齊走作為一個行動嘅倫理。所有對於人肉饅頭、饅頭啊、condom 啊呢啲咁樣嘅一啲恐懼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可以以要走一齊走作為一個回應嘅。咁後尾無論係七二一啦，到最後理大，其實都係講緊要走一齊走咯。亦都係正正喺呢一個地方咧，我哋睇到即係香港運動嘅一個可能係最後嘅一個限制，就係佢罷唔到工。即係其實前線唔係想一齊走啊嘛，佢係想一齊留低啊嘛。七一嘅時候，其實佢話我死事我唔走，其實佢最大嘅慾望就係、是、或者最大嘅希望就係、是、外面嗰啲人都唔走啊嘛。外面嗰啲人，你全部人坐低咁樣，或者喺200万人遊行嘅時候，全部人坐低唔走，呢個城市就癱瘓噶啦，係咪？但係大家到最後都係走，即係以走作為一個，以一齊走作為嗰個倫理，而唔係一齊留咯。咁到最後，其實睇到條片嘅最後，李大維城係真係好似戰爭片同埋災難片咁樣，打到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香港都冇發生罷工咧，其實都幾難理解嘅。我會咁樣睇啊！我嗰個度其實係就係講，原來前線都會有失望嘅時候噶嘛，佢哋都有血有肉噶嘛，佢哋都會有情緒有失望。我絕對係感受到嘅。香港人嘅務實嗰個本質咧，即係喺嗰度，即係表露無遺。我有啲做生意嘅朋友，咁啱路經英國就會過嚟探我，大家傾偈。咁有時候佢都會聽佢講啊，佢而家就生意都還好啦，即係喺個逆市底下，係嘛？佢就可以賺取一啲紅色嘅資金，可以再捐助一班手足咁樣。咁即係可能即係呢個啲究竟係啱定錯咧？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可能喺佢哋眼中所謂嘅兄弟爬山，各有各做，每人有自己崗位，可能他覺得有，我都會聽他們說，咁罷工沒問題，總要有些人是出錢買一些物資，買一些護具，咁才可以維持到街頭抗爭那些這樣的基本成本的，咁樣，係啦，即我都聽過的，是啊，咁但是其實我又會在那個位置是即刻的確很失望，但是我記得我聽過剛才有提過一些內部放映的時候，有個是做 First Aid 的，他說聲稱自己是 First Aid 啦，他說看完條片覺得究竟還給我看來做什麼呢，即每次看都很傷心，難過流淚，有 PTSD 啦，都已經還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還有他覺得啦，如果你的片沒有這個維藝構照的話，那你不如連 Poly 都不要說了，沒有剪過 Poly 了，直情那我就會發現原來維藝構照對他們這班人來說是個意義是這麼重大，份量這麼重的，那我開始研究，因為我個結局是改了三次，那我也都即係我要諗點樣搞啊嘛，個結局點改？因為其實那個即係個結果大家都知噶嘛，個新聞係咪先 ？Poly 嘅最後係點樣？係個悲劇嚟噶嘛，係咪？即係咁，我就開始諗啊！我好記得咧，就係我上編劇課嘅時候咧，個老師曾經同我講，佢話：星，你希望你嘅觀眾帶住咩嘅心情離開呢個戲院？咁我係當然係想係帶俾觀眾希望啦。咁我覺得結局帶俾觀眾希望，其實係我哋做編劇，即係每一個人都喺心裏邊嗰條希望把守到嘅嗰條線咯。咁我改咗三個改咗三次咯，個結局就係我希望可以盡到我編劇責任，帶嚟希望。
我的一個解讀就是啦，對命的構造，成年人是可能因為不同的一些包袱，可能人大了，因為可能有工作的性，會有很現實的一些情況，辦不到工，沒辦法參與不到，可能他們年輕的時候其實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都是都是很有衝勁，很有熱血，很對很熱愛這個城市的，但是他們雖然最後不是用一個罷工的方式去登場，但是他們最後其實是沒有放棄到這些年輕人，他們是去營救他們嘛，他們用營救這個方式去登場嘛。那我會記得是，即當然我們事實上也都看到了，維藝構照裏面是可以體現到是很多這些上班族、白領這些家庭主婦是其實都是跟他們一樣被恐怖動拉了，一同去承擔和承受。那我覺得這個位置雖然很心碎，但是其實他也都可以彰顯到人香港人是願意去為素未謀面的人去犧牲，這個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我想講多一句就是說，我很記得即另外一方面的反面是什麼呢，就是說罷工嘛，罷工另外一方面是什麼呢，我記得有私底下跟Lida有溝通過，他說、香港人究竟幾時才可以突破個心理關口，這樣是啦，可以再勇武一點呢，或者全民勇武呢，他口中所說的全民勇武當時。那我就即是好像當頭棒喝咁潑他冷水，我說其實呢如果短期內要香港人一人一支一人一支汽油彈咁樣呢，我覺得是不現實。但是我覺得剛才我說為了構造就那個事件，他們那份他的行為就正正其實就已經體現緊那個精神，即雖然不是一人一支汽油彈咁樣同你死過，但係其實他們一樣都是用他們的肉體、身軀、他們的前途去換翻啲年輕人翻嚟。咁樣頭先講最後係即係作為一個編劇嗰個instinct， 即是想要观众带着希望离开咁样啦。咁最后嗰、那个即系个我哋睇翻条片咧，其实最后希望咧系落翻去记忆嗰度，即系我哋唔忘记穷追，即系 Uncle Fat 讲嘅，我会穷追不放嘅。即系呢个就系、是、就系、是、希望，就系、是、希，即系你记忆就会留俾将来某一种改变嘅可能性咁样啦。咁所以喺呢一个位咧，就翻翻去六四。就回到去即30年前的六四到現在，雖然仍然都未即沒有得到平反或者任何的事，但是呢那個記憶呢都不放的。那可能是跟住之後這句說話呢，就是 Lida 有一個回應，就是說我們不是7秒鐘記憶的，我們會永遠都記住這件事。跟住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有都幾不明白，就是為什麼最後成套片的那個最後的 final word 呢，是給了一個即英文的一個 speech， 那他就整個 speech 聽下去呢都挺美國中心主義的，即他不斷地說President Kennedy、 President Reagan， 跟著又篩很多即關於上帝的東西這樣呢，即是一個好像是一個美國那些far right 嗰啲咁樣嘅人講嘅嘢咁樣，即係點解會即係雖然佢最後有一個 slogan 就係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啦，但係即係點解會以呢一個作為一個結語咧？整個片嘅OK， 其實我再補充多一句啦。其實呢打嗰度佢有提過一個重點，即係佢翻去六四唔係淨係嘅記憶嘅，佢就係話。他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好像就一個時空交錯，接了六四那班人的棒，因為六四 的那些年輕人當年
完成不到的一些嘢，好像今天我們香港人不知道為什麼接了棒，我們去嘗試 去繼續去爭取一些，即所謂歷史的傳承，在政權來說是不現實的東西啦。那他覺得就算他即是說Leader 那代看不到都好，都可能他的下一代或者之後會有人可以完成到他們的那個使命，是啊，咬住不放，我想那個究竟用什麼咬住是那裡是留白的，即是他可以，你可以用記憶或者可以用行動，我們 要把即是記住的就是這種那份我們最珍視的那份精神，我們不會再變成以前不聞不問、對政治冷感、很 selfish、 只是計錢的那種香港人，我們會永遠記住那份精神，我們走下去。那而剛才講過那個，其實我那個英文那段 speech 啦，在 Rolling Credit 那裡，我那陣時其實是純粹就很好純粹的，我本身想就是有一段 speech 就是可以為香港，目的就是純粹就是為香港人打氣，亦都可以叫做上乘，就是回應翻 Uncle Fat 嗰句，你以為靜咗落嚟就冇事咩？唔會，我會咬住唔放。其實純粹就係寓意住運動咧，就係會不止息嘅咁樣。咁個現實其實那個人係我係一次遊行嗰陣時咧，咁呢個人咧就對住幾位嗰啲現場嘅一啲參與者去講嘅啫，即係講咗一句咁好激昂嘅一段演說。咁同埋我覺得最有趣就係、是、其實呢個人嘅身份咧，我相信佢應該都係來自中國嘅一啲支持者嚟嘅，即係佢其實應該都唔係喺香港出世，唔係香港人嚟。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幾有趣，雖然畫面見唔到，咁我特登就黑咗畫面，因為睇唔到佢嘅樣子，但係做一個好似彩蛋咁樣，其實即係都呼應翻，其實好多唔同嘅人，有很多即係學阿南亞妹話齋咩香港人，就係你願意為呢個城市犧牲，而同佢哋同行一齊參與呢場運動，就係香港人。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成套片入邊咧，基本上我哋係睇唔到即係裝修嘅畫面啦，亦都冇即係示威者打人嘅啲私了嘅片段，係會唔會係即係擔心破壞即係所謂嘅完美示威者嘅形象啊？完美示威者就應該咁講，其實嗰啲你話裝修同私了嘅畫面係。少咯，但係係有出現過嘅，例如有燃燒彈係掟咗去嗰個港鐵站係著火啦，咁呢個係有出現過嘅。私了嗰度其實係都係有嘅，但係冇咁冇血淋淋，因為我拍唔到血淋淋，全部開曬啫。咁我覺得因為首先如果講呢、這個講嗰個資料其實係有啲複雜，因為要從何說起呢，係應該要由二波坊，即係荃灣二波坊係曾經有呢啲朋友係俾嗰啲疑似係黑社會嘅刀手真係斬斷咗腳筋喎，推住輪椅坐翻上嚟，我就話好深喎，好恐怖，血淋淋喎。跟住係又試過係連龍牆有一啲。又是用刀的事件，條槍又出來，記者又穿了肺，即其實是有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積積埋埋，接著才會有後面那些。但是因為我是篇幅所限，還有真的 要很多很相對於場運動來說，我覺得是一些 是相對是枝節一些的，旁枝末節一些的，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說，因為要剛才有說過要說就真的要花篇幅去說、okay. 其實我有一個比較
即點咧？即其實我覺得咧，呢套片咧係超級難得嘅。即你作為一個即自己影咗90% 嘅片段啦，咁你即成個運動入邊好高度咁樣出去拍攝，跟住最後可以一己之力，即其實好少嘅即除咗一啲內部手足 non-professional 嘅一啲幫手，其實好少，基本上冇得到工業入邊任何人嘅幫忙，咁都可以剪到條片出嚟，其實係一啲好係啊，即我覺得即超級勁嘅一件事啦。但係我對條片入邊最猶豫嘅一個位咧，其實就係新屋嶺嗰個段落。因為新屋嶺嗰個段落咧，你一拍即你有一個好似仰拍低鏡拍嗰個建築物啦，咁跟住就加一個唔知係狗定係狼嘅嗰個吠嘅聲音咁樣啦，咁已經係即跟住就係啦，咁跟住就有一啲即例如隻手捉住個棍嗰啲個手指即收埋，即捉緊支棍嗰啲 close up 咁樣啦。跟住有啲審訊嘅或者打人嘅蒙面嘅一啲 image 咁樣咧，係咯，即係其實嗰啲就好，即係感覺就唔係現場或者係即係唔係你嗰度你喺嗰度拍嘅嘢啦，只係啲 editing 出嚟。咁就嗰一段咧，我覺得係即係作為一個紀錄片咧，嗰一段係我係最覺得比較有問題一啲嘅，因為佢係即係好明顯就係即係。堆埋一齊想做出一種情緒嘅。嗯，我明白啊，明啊。其實我嗰度嗰個想法係咁嘅。新屋嶺係一個好恐怖、好似好危險嘅一個地方，但係事實上，學你話齋，我哋 fact check 唔到啊。我哋 fact check 唔到啊，即係究竟係咪真實發生，係咪真有所事？真係有件咁樣嘅事，其實。冇辦法證明，因為即都冇 CCTV， 除非真係有警察去所謂爆料。因為而家係好單方面所謂嘅片面支持，就係有人喺嗰度出嚟嘅，咁有啲所謂受害者去現身説法講，但係我哋冇實際證據。我點會咁處理？其實我就算係音樂嗰陣時都試咗好多，係我去渲染，其實我中心。第一個想法其實就是恐怖的不是新屋嶺裡面發生的事，而是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座新屋嶺。即其實 我真正想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是這樣，因為是可能觀眾會被他的情緒會煽動到，但其實後來很快就 sharp cut 了。肥叔叔已經講翻哦，我坐監所，我知道新屋嶺係一個點嘅地方，佢哋係即係好快已經講去進入去展示何為新屋嶺啦。咁我哋就算見到好似好情緒化地啊，南丫妹妹又有講嗰個佢拉佢嘅嗰個人恐嚇佢要好好對付佢、招呼佢之餘。即當然有打佢打佢啦，咁但係亦都有講啊，就有提到咩白生真係殺咗人啊，送埋你落去啊，好快又Lida 又話啊，即係嗰、那個佢哋好擔心警署裏邊真係發生咗呢啲咁不幸嘅事，打死人又強姦，咁但係咧睇佢哋眼中就係攞嚟當笑話咁，咁我覺得從呢啲咁樣嘅蛛絲馬跡，佢哋嘅一啲訪問裏邊係睇得到，雖然係冇證據去證明裏邊真有其事係啦，咁但係咧，似乎亦都可以睇得出，警員啦 ，OK， 即係前線嘅警員啦，係好喜歡攞無論係太子831啊，或者呢啲新屋嶺咧，係攞嚟做一啲恐嚇他們的元素咯，係咯，即係想將個恐懼植入他們那裡，你怕我植你入去，即似乎是我歸納到是這樣，係咯，我相信我會覺得觀眾又不會照單全收的，因為VO 裡面也都提到新屋嶺的東西沒辦法證實，只能夠是新聞有報導過的，就是說有多少個這些骨折的人
打到遍體鱗傷的人是從新屋嶺送去醫院、嗯、北區醫院的啫，即只能夠係新聞係證實咗，其他係冇做證實、嗯，其實咁樣。跟住即你一個人拍攝咧，你帶嗰啲片咧係真係好近距離喎、嗯，你自己喺個過程入邊有冇受傷啊？係，好恐怖啦！頭先首先嗰日係我入咗去瞓咗一晚一兩日，咁入到去幾個鐘頭，第一件事就係我嘅鏡頭受咗傷啦。被水噴係啊！如果有睇到，其實我俾個水炮車射中咗，咁就喺個變電箱底下咁樣躲避嘅，有埋鏡頭。其實我試過係真係好狼狽嘅，即係射中咗之後咧。咁我嗰個面罩啦，嗰、那個豬嘴咧，我又入咗去啊！但我唔可以除喎、嗯，因為出邊有催淚煙啊嘛。但我唔除咧，裏邊啲胡椒水入咗去，嗯、我咪會咳咯。係啊，即係我除又死，唔、嗯、除又死咯。咁我就咁，我係不斷咳嗽啦，透唔到氣。跟住我企咗喺嗰度，跟住係俾啲 first aid 咧，就係我都好大份人啦，俾佢哋抬咗入去個。穿過咗嗰個鐵馬嗰度，幫我做一啲清潔嘅。跟住啲衫係濕曬，有時啲隔甩底位咧，腋下呢個位置咧，因為佢啲水炮車係有嗰啲嗰啲胡椒水啊嘛，係乸嘅，係乸嘅侵蝕性嘅。咁佢就尤其是啲腋下呢位咧濕咗之後咧，就醃咗喺度，好辛苦，係啊。好辛苦，咁啊，亦都試過係頭先講啦，好近係因為紅火橋。紅火橋其實嗰、那個所謂嘅裝甲車啦，咁好近嘅距離啦。我試過係佢哋，因為始終佢哋係一啲佢哋唔係專業噶嘛，咁佢哋去掉呢啲咁樣嘅汽油彈嘅時候咧，即係佢一個唔覺意咧，咁樣就倒。即係我前面嗰個人就成支咁樣倒咗，傾倒咗喺我身上面。啊！所以你著火啊？我嘅攝影機，我成身都係嗰啲汽油、嗯、汽油，當然冇點著啦。OK， 咁我就連哇大鑊啦，咁就即刻去抹下部機先，有冇二部機著火啊？哎嘅，除咗件當時仲有件雨褸要應付嗰個水炮車嘛，咁、嗯、啊除咗件雨褸，咁啊抹。抹即係揾嗰啲，因為本身用嗰啲抹鏡頭紙，抹鏡頭紙真係有啲 alcohol 咁樣，一紮紮抹咗嗰個攝影機先，因為攝影機有個好似磚頭咁大嘅電，有乜易著火啊嘛出事，係好危險嘅。咁啊，跟住抹清潔完啊，我紮紮又上翻去前面去拍咯。咁啊，中間其實同一個地方。二十分鐘之後是有另外一個女仔又是這樣失手，她就燒著了自己的頭髮還是面罩，我看著她在我前面這樣經過了我的攝影機，啪啪啪啪啪啪啪走了，然後有些朋友幫她拍攝她，很危險的。很多這些狀況出了來啦，即是我被個水炮車射濕了個鏡頭，射濕了這個當時那張 SS、嗯、即是那個記憶卡啊，好像 hard disk 那樣的東西 SSD 的，我那個十個鐘八個鐘，你想想日間的時候已經搞成下午搞成這樣，那個那五六個鐘頭的嘅記憶嘅空位，我咪冇曬咯。咁我點拍落去？我得翻四五張後備嘅好細容量，幾十分鐘嘅 memory card， 得翻呢啲咁少。咁啊一路拍到夜晚，拍到夜晚我就去揾，喂，又話有 media centre 嘅，咁喺邊咧？我可唔可以揾啲嘢抄咗去，抄入去邊度？暫時保存得唔得啊？跟住揾嚟揾去冇。跟住揾下有冇記者行家，有冇帶 notebook 啊？揾下，最終又俾我揾到兩個外媒，係啊 ，Sky TV 咁樣外媒嘅記者。跟住我就將四張裏邊我揀咗一張，我就俾佢幫我抄喺佢嘅 notebook。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唔
麻煩你，拜託你啦，因為我拍到爆曬，我要 free 翻一張卡，我繼續明天嘅明日早上、明日嘅一啲拍攝。咁佢好好人一口答應，咁啊抄咗一張，因為都要時間，佢又趕住繼續工作，咁啊我冇辦法四張抄曬，咁所以好感謝佢坐咗二三十分鐘喺嗰張長凳度，大家又傾偈，然之後抄完之後，就好似一啲電影咁，大家講個信任，江湖見，我哋出翻去嘅時候，俾翻呢只嘅卡嘅內容我。咁事實上佢哋信守承諾 ，email 翻俾我啦，喺我亦都順利出翻去嘅時候，咁我否則咧就我冇辦法可以叫做完成或者完成到 Poly 嘅一啲重要嘅片段都會有缺失嘅啲咁珍貴片段，所以我係特別鳴謝咗佢兩位記者。Poly 係好對我自己嚟講係好有一啲感受啦，有一啲我自己見聞咧，我係冇或者我唔忍心用鏡頭去拍低啊，唔忍心用鏡頭拍低。例如話，我喺裏邊即係頭先有見到啦，鏡頭下就係、那個作品裏邊有提到一場第二日出逃要突圍啦，離開啦，要出逃啦。嗰、那個女嘅所謂女隊長啦，我簡稱。咁就問大家係咪要走一齊走？咁搬唔搬得喐？體育館受傷嘅裏邊嗰班人咧，咁要走係咪就大家商量一下就一齊走咧？咁樣當即係呢啲片段都好珍貴啦，因為當時啊係政府係曾經宣布過所有外媒係冇現疏要拉噶嘛，咁同埋啲剩翻啲電視台同埋電視台交唔到更啊嘛。他們其實跟我一樣面對住都是拍到沒有電沒有記憶體直播的都會沒有電，所以其實好這些片段其實很少流出去，很少會出到街出到去，即我想將來有朝一日才不知道怎樣會出土啦，希望那幕其實他們就整班好像操兵一樣去了那個著住火的樓梯啦，在正門那裡準備出去啦。當時發生一件事嘅就係我目睹就係兩個 first aid 啦，即係好似救護員咁樣著住背心嘅男仔嚟嘅，坐咗喺個花槽石博上面喺度喊，即係挨住佢膊頭係咁喊，攬住好激動喺度喊。前邊那個大隊在他們的腳前面一路這樣走過，而他們兩個是坐在石博在走。我的一個解讀是什麼呢？當大家是嘗試爭取一個機會去突圍去回家，而這兩個人是選擇放棄這些突圍的機會留在那裡，因為他們相信總有一些人是走不到，不想走，或者是出了去又再走回轉頭受了傷的人，他們要為這些人服務。其實就跟其他在Canteen那裡就是煮東西吃的一些阿姨一些年輕人是沒有分別，他們會 要為一些願意留在那裡走不到的服務。我覺得這件事是很人性的光輝，對我自己來說我很記得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是我想到現在 我相信我這一輩子其實都不會忘記。我很記得裡面其實我跟住佢哋兩次嘗試去突圍啦，都係唔成功，又翻返去校園啦。其實我自己因為我冇記者證啊嘛，咁其實我知道我出到去面對嘅時候就會俾人拉噶啦，係咪？咁但係我點樣保住我呢啲咁樣嘅珍貴嘅呢啲片段咧，去完成我任務咧？因為我俾人拉咗係一件事咧，但係裏邊呢啲冇打格仔嘅呢啲片段去到警方手上就好危險，又唔係我一個人嘅一個
開食擔到啦。大家其實嗰個心理狀態都好單，咁我自己都要諗下我自己如何自處，我自己點走咧？係咪先嚇？我自己點走？咁我當我行下行下嘅時候咧，我遇到一個女仔，即係嗰個有人掹住我衫尾，咁佢係一個已經係換翻便服嘅一個女仔嚟嘅，一個後生，一個妹妹。佢問我你有冇多一件背心可以俾我？咁可能我當時因為我揸住個單腳架，揸住部大機，可能佢以為我係啲電視台嘅電視攝影師啦。佢問我有冇多一件背心可以俾佢。咁我同佢講，我話其實我同你一樣，我都係諗緊辦法點樣出去嘅。咁唔好意思，因為我唔係真係嘅記者，咁我冇背心俾你，我自己都冇背心嘅。咁佢聽完之後，佢就面色一沉啦。咁我諗住轉身走啦，係咪？我繼續我要諗下我自己點走。佢一路掹住我衫尾，一路掹住我衫尾。咁我開始就覺得，我諗我即係會感覺到啊，似乎佢係以為我係記者啦。咁我有件背心俾佢嘅話，佢可以著住背心行出去，可以蒙混過關，可以有機會。你講嗰個背心係嗰個熒光背心，可能係記者嗰個熒光背心。係啊係啊，係啊，熒光係啊，冇錯啊。咁但係當佢知道冇嘅時候，佢就好似以為係佢最後希望，誰不知係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稻草咁樣。咁所以我喺嗰刻我都唔知可以同佢講咩好，點樣安慰佢，所以我就俾咗個擁抱佢啊。咁我同佢講，我話我好希望我哋喺出邊係可以再重新去認識，我哋去傾下偈，認識下你。希望我哋都可以喺出邊再見面啦。咁好好保重咯。咁講完呢句説話，咁我哋就分道揚镳咯。即係事隔咁耐啦，即係我唔敢。雖然大家都知道裏邊拉咗好多人，好多人登記要走，但係我唔知佢下落係何去何從啊！但係我都希望佢係平安。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好深深咁樣係影響住我咯。有啲可能有陣時拍一啲鏡頭點樣兩三個人跟住揾塊黑布就抬住一個人行過咗，咁轉翻我度跟拍。咁又咁啱有個女仔行過，咁我就驚佢遮擋我視線，跟住我就唔好意思啊，我擋一擋佢。但係跟住我就繼續跟拍嗰個人，跟住但係後尾我先至發現原來我擋住嘅嗰個女仔其實佢手臂都係受咗傷，流緊血。咁我當時就都會好後悔噶嘛，即係我會覺得，我唔通係咪掛住拍一個咁為咗拍一啲咁 smooth 嘅畫面而即係好唔人道、好唔道德地就做咗啲咁嘅事咧？其實我都係去嗰個醫療室啫，係咪？我都係拍攝，我醫療室其實我可以帶埋佢嘅喎，即係有好多好多呢啲我一個業餘嘅，我唔係一個真係一個紀錄片嘅人，唔係一個記者嘅人，我開始可以面對呢啲好多呢啲紀錄片人會有遇到嘅一啲咁樣嘅經歷，呢啲處境。你覺得呢啲拍攝過程入邊嘅一啲？佢又唔係道德兩難嘅，但係一啲即情緒上好受傷嘅嘢，咪就係成個即成個製作呢套片入邊一個最大嘅困難，或者
即係中間由拍攝到後面嘅 editing 到發行，即係你覺得你遇到最大嘅困難困難，我諗其實即係我成日都會俾佢哋，因為我冇著背衫，所以成日都會俾佢哋你啊揸黃色大揸大機黃色頭盔，你啊過嚟啊，你個證喺邊啊？即係我遇過呢啲，亦都俾佢哋拉入去封鎖線裏邊搜個袋啦，咁驅趕過啦。所以去到後期，我就算喺 Poly 度有幸啦出得翻嚟，我都依然係拍嘅，因為好痛苦噶嗰日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好好彩，揸住部機，跟住行穿過咗嗰個走廊，嗰個馬路啊，橫過嗰個馬路，就喺啲防暴眼底下邊走咗入去嗰條後樓梯。如果唔係有心人開咗個道後門俾我，我跟住等我去喬裝成一啲人，喬裝成一啲工人去出翻嚟嘅話。咁我相信我就唔會喺呢度。咁啊，我係受到一啲人嘅幫助，我先至可以完成呢個作品嘅。裏邊有一啲好多好多人係俾人哋被捕咗啦，好多好多唔好嘅事發生咗。前期嘅困難，即係拍攝上嘅困難當然係有啦，但係就算做後期埋到班，就算我身在去呢度，當我身在英國嘅時候，其實呢啲困難原來冇少到，呢啲 challenge 冇少到。即係我講下，即係做後期嚟到呢度做後期嘅困難。喺成個 process 裏邊咧，我記得我係因為要即係好驚心夢魄地，總之就係因為要參加影展，跟住一次過將六個 hard disk 擺曬行李嗰度，帶背囊嗰度，帶埋電腦、我嘅衫、我嘅攝影器材，咁三個 gear 就嚟咗英國啦，係咪？驚心動魄啦，因為我過海關嘅時候俾人截咗啊嘛。係啊，但係嚟到呢度就會發現，哦，原來我仲爭少少埋尾，因為頭先講過結局，我又執過少少，點樣都執咗少少。跟住最首尾門嘅其實係sound mixing，即係混音。混音嘅時候，因為我一個人係做唔曬，我只可以用一啲九流，我嘅能力就係九流嘅混音。我希望效果再好啲嘅時候，我就會揾人幫手。咁我就但係我唔知可以揾咩人幫手。行業嘅人有邊個願意去做？就同埋我亦都唔係真係認識太多行業嘅做混音嘅人，所以我打翻香港就請教一啲前輩啦，求救啦。個前輩咧就同我講，佢話阿星，其實我手頭上有兩個呢啲做混音嘅可以介紹俾你，不過最衰你又唔係香港，唔係可以你哋自己認識。啊！佢呢一句説話好圓啊，好可圈可點。因為佢再補充多句，你知啦，唔公平啊嘛。即係咩意思啊？係意思就係話齊上齊落啊嘛。即係你走咗，你人喺英國出事嘅時候，你咪冇事咯。因為你人已經喺英國啊，如果有啲咩事走漏風聲出事嘅，咪拉嘅係佢咯，你咪冇事，因為你人已經喺英國咯，咁咪大家冒嘅風險咪唔對等咯，而家要公平啊嘛。咁佢作為一個中介人，介紹你俾佢，佢都即係有個責任㗎，係咪先？咁喺嗰啲位嘅時候，即係我唔會 blame the victim， 我唔會覺得佢咁不近人情啊嘛，我亦覺得。原來呢啲白色恐怖咧，就算我去到外國，都會受到影響。同埋呢啲唔係一啲白色恐怖喎，真係會拉喎，大佬啊！我第一個反應當然好 shock 啦。我冇諗過，原來我做創作拍一條紀錄片，揾人混音，原來係要立投名狀嘅喎，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創作。原來要創作要立頭名狀啊！真係我諗翻起就係好似嗰個韓國嗰個戲啊，《1987逆權公民》啊，
1987年袁公民嗰個導演佢講過啦，佢話當時佢個劇本創作時候咧，就係、是、係當時仲係朴槿惠係在位嘅嗰、那個總統，獨裁嘅總統，仲有呢個演藝界嘅黑名單，而佢係同佢嘅編劇秘密地神秘地喺收咗工之後去將個劇本完成，直至等到嗰個政權嘅個更替，換咗第二個總統，佢先至係有機會將個劇本拍成電影。係啊，我感受好深，我都好希望香港會有依一日，我可以將個作品可以帶翻香港。咁到最後其實去到發行嘅時候，即係唔係發行，應該係咁講，冇發行，我自己嚟宣傳，自己去做社區放映，自己揾一啲組織唔同地方去搞手，去將呢、這個租地方揾呢、這個將呢個片係去播放。咁我當然好多謝呢啲搞手啦，但係其實一開始亦都好唔順利，因為我相信除咗即係個事實係咩咧？做放映嘅事實就係、是。反應是很冷淡的、一開始是啊，在我未做首映之前，其實是人們看完覺得 OK， 但是會不得不是、啊、我在那些、街坊 group 裡面幾十、幾百人的 group 啊，沒人有興趣的、啊、沒人想看的、啊、是啊，你是不是應該死了一條心去呢？是啊，開始其實是 很是這樣的，即我有一刻都想，哎呀，難道難道香港人真的已經不再想看？我是不是應該放棄呢？我是不是應該就這樣回香港？即有很多這些這樣的東西 是困擾著我的，是啊，因為很客觀的你會看到，因為香港那些媒體其實宣傳的嘛，需要沒有了立場，沒有蘋果之後，其實你都要想想你的作品怎樣走入個公眾視線，是吧？但是呢咳咳、好像少年那樣，少年和時代革命那樣很成功，少年也都可以成即是搭到最後的尾班車，可以都在今晚我那裡拿個獎，那之後的片其實都是很難的，很不容易的。第二樣嘢就係我亦都會曾經又都會諗啊，點解我終於搞懂咗何謂參加影展啦？咁但係原來影展都有啲 game plan 嘅，點樣去佈發乜嘢係一線咩二線點樣揀啲人係點樣揀片嘅？咁但係去到我報咗二十二三十個，用咗好多花咗好多錢啊，但係最後係。都 reject 咗，冇揀到喎。咁點解咧？即係除咗瑞士係入圍咗佢嗰個Vision the Real 嗰個Free Mark 之外啦，其他其實都係冇人問津嘅。點解咧？咁但係可能你睇個貼片，你都會明白。其實我佢個作品必須成名，唔係佢哋想要嘅嘢啦。因為都冇乜好藝術性啊技術性可言嘅，因為係一啲係我想做嘅嘢嚟噶嘛，淺白。易懂一張白紙的人都可以看得明發生什麼事，我想他們感受這件事，其實這麼簡單。我都理解可能他適合在電視播多一點，都未必是走影展。 OK， 沒問題。我都要想想我怎樣去行的嘛，我怎樣去做，我都有自怨自艾過。哇，我做了幾個訪問， 我就算就是將我和屋企人的關係都攞埋出嚟講咯，即係我屋企係我係福建人嚟噶嘛，我媽媽亦都係當初係唔支持我，係話我係咪又出街做曱甴啊嘛，日日出去拍嘢就做曱甴，即係後來因為我嘅離開，佢有抑鬱症啊，即係有好多我點樣同佢康復，即係好多呢啲我同屋企人的關係我都喺個訪問講咗，點解好似都係沒有效果咧？咁唔通即係難道我？仲有即如果我有多個阿媽，我都可以再繼續講，但係我應該點做好呢？係嘛？我冇理由就咁翻香港㗎，唔通我真係要放棄？即最後其實當然我釋懷咗啦，即釋懷意思係我理解到
我講呢啲唔係為咗要宣傳啊，即係我係因為如果我同我屋企人嘅呢段咁樣嘅經歷係呢啲咁樣嘅情感係可以啟發到其他人，咁我唔介意去分享。係啊，咁我亦都唔係為咗宣傳去做而講呢啲説話啦。咁其次嘅就係我最後其實就係去印咗啲傳單啊，印咗啲易拉架啊，就好似啲。好似去選區議員咁樣落區，去喺英國，去每個禮拜六日都周圍去，坐火車又去，巴士又去，唐街都去，係嘛？去同佢哋去派傳單，去話俾佢哋聽，首映啊！咁最終其實就係先至做到一個喺首映當日，就算係嚇、啊、英國就大三八啦，真係冇火車、冇巴士、冇地鐵，首映當日啊！是啊，真的大鑊啊！簽了約冇得反悔噶嘛，我自己俾咗錢，咁所以，但是好感謝佢哋啦，好似阿鐘博士佢哋喺揸幾個鐘頭車落嚟倫敦去睇個首映，嗰日係530個座位爆曬，咁我好感激嘅，係啊，咁就係一步一步咁樣走咯，所以成日都話我哋個老師成日都話作品有佢自己嘅生命。所以話好似之前我收到嘅 email 就係德國嗰個公民教育處就係、是想透過呢啲香港嘅電影去做研究，揾咗我嘅作品。聯邦政府機構嚟嘅，咁啊教育處下嗰個一個公民教育機構嚟嘅，咁好權威嘅，好多呢啲學者教授會 access 入去嘅一個 database。咁我幾好咯。一開始其實係純粹嘅拍攝嘅啫。跟住，如果唔係因為好似喺721嘅時候嗰、那個好似俾人哋救起咗一樣，我唔會下段卷心變成作品，唔會即係諗過喂一步一步，哇、哦！連學界都沾上邊喎、哦，即係有機會放入咗 database， 咪即係其他啲教授學生要寫論文要揾資料嘅時候都會 access 到佢咯。咁好似幫香港做多少少事喎、哦，亦都冇諗過今日會同你去做一個咁樣嘅學術。方面多少少嘅對談喎，係，咁我覺得啊，好似做下做下又做多少少喎，即係因為我自己喺英國其實做咗17場嘅 Q&A， 好多呢啲好再 harsh 嘅一啲問題，我都俾人兜口兜面現場問過。佢話嗱，導演戲咧我睇過啦 ，OK OK 嘅，咁但係咧。我啊想問下你啦，香港依家咁多呢啲年輕人俾人拉咗，你覺得我哋要點樣做先令到佢哋唔會變成 condom 啊？你係導演，你講啊，即係係現場會有呢啲咁相對啦，即係冒犯性啲嘅一啲問題難答啲嘅問題，佢會問你嘅。咁當然我的答案就是有我們沒有辦法即時可以令到他們出回來的，暫時，但是有些事就是我們做我們相信的我們懂得做相信的事繼續做下去，總有一天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出來，這個就是一個例子。最後其實這個人沒有惡意的，他是一個他跟我一樣 Asylum， 當他知道我都是 Asylum 的時候，他會有一點不好意思，好似覺得啊，大家都阿曬林，唔需要咁 harsh。但係我明白佢嘅用意，好想透過一個年輕人，一個佢嘅身邊啲親啲好友戰友俾人拉曬，佢自己逃咗嚟英國申請政治庇護。佢好想借呢啲有100人、有200人嘅呢啲公開嘅機會。亦都借呢個機會呢、這個平台問一問大家。咁其實我今日其實都好感謝Twinkle 嘅分享，就係、是、其實佢傾嘅呢啲嘢咧，都俾我哋睇到，即係中間嗰個過程其實真係即係每一步都唔容易咯。唔單止係拍攝嘅現場要受嘅tear gas 啊，承擔嘅危險啊，面對嘅道德兩難啊。咁跟住之後要點樣諗自己可以可唔可以全身而退？點樣可以出翻嚟？到後期面對你話拍咗20個 TG 嘅素材，即係點樣做 editing 啊？
跟住之後法學面對好多，作為一個素人面對好多好多唔同嘅困難。咁我覺得條片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咧，最後都可以以一個完整嘅作品嘅面貌，即係俾觀眾睇到，我覺得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hievement 咯。咁我希望之後嘅路會容易行一啲，咁唔需要面對好似呢一部片咁危險嘅局面同埋咁大嘅一個困難。咁我哋今日好多謝 Twinkle 同我哋嘅分享。我相信其實對其他其實可能想拍紀錄片嘅年輕人，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好可貴嘅一個參考。咁我哋今日嘅podcast 就嚟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下一個 podcast 再見。OK， 拜拜。